今天我来是想跟你介绍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，他乖巧听话。You like to spray paint? Join SBC, become props man. 乐于助人。整天跑来我们学校，你还敢狡辩跟我抢女朋友？品性端正。哇！你刚才风吹哦，把他的裙子吹起来，里面红红的，还有蕾丝。他就是我们家的儿子林羽。看看弟弟的号码有没有开，全部都中了。买一号开二号，买五号开六号，买十一号开十二号，全部都差一个字。妈，弟弟真的很倒霉哦。太太，你求什么？我求我儿子的运程。求财？没有。婚姻等久久，六甲等久都没有。好像看到青青。你每次都在看到十次八次的啦。真的？真的坐票去追？我要追你，抓住我！不然要抓住你。真的是你啊！你还敢说你不喜欢青青？连底裤都是青色的。所以 quickly 不不说话。In fact, get married straight away。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的话，我怕有一天我们也会分开。无论是读书、考试、踢球、追女孩子，不管我再努力，我到最后还是差一点。往前吧！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吗？往前吧！你们孩子的这个 prelim result 其实比较像 Batman 啊。Batman？ Batman 呢，就是晚上啊还勉强可以看，白天啊根本就见不得光。